社会呢，就一切按合同办事儿。我违约在先，你看怎么办啊？你说。你看，是这份合同吗？你看清楚了。对。哎。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，密码是60。我对你要求不多，我只希望你能够陪丁丁过完这个父亲回来的假期。丁总，这钱我不能要。我不是在这儿跟你讨价还价，你不了解我。我也不是趁火打劫的人，真的。你不是欠了10万块钱的债吗？你不是想从我这儿赚钱还债吗？我帮你，我心甘情愿地帮你。只要丁丁快乐，我丁蕊做什么都行。大宽哥，我知道你不是看重钱的人，但是为了儿子，你提要求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怎么样都行。丁总啊，你说这话吧，就是在扎我的心。我有个地缝，我都想钻进去，真的。我是欠钱了，我得赚钱还债。可我不干了，是因为我儿子也在那个班，我回避不了，真的不是为别的。你说要不是逼到这个份儿上，我还靠给人家当假爹去赚钱。这事儿已经就很不是爷们干的事儿了，这说句不好听的，他都有点恶心了，是吧？我怎么去面对我儿子啊？我将来还见不见他？我儿子怎么看我？你说丁丁是你的亲骨肉，那小鹿身上也淌着我的血，对吗？对不起，我求求你不要用恶心这个词儿，是我不好。大哥，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孩子，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把你强行的拽入我们母子的生活，对不起。不，你可千万别说对不起。丁总，妹子，我其实都知道你是想帮我，真的，你是想帮我，我都知道，我谢谢你。不是我的错，我真的是错了。不应该跟那个男人结婚，我更不应该生了丁丁。丁丁从一出生，他就注定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。都怨丁丁，都怨他命太苦。不过，我想等他长大以后，他能够理解他妈妈的苦心。陆大哥，实在对不起，都怪我自己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不是那个，丁总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哭啊！我最看不了别人哭，这，丁总，没事，不是这样，
要不这个假蝶，咱还继续打，行不行？啊，我得有个要求，我就别上学校接送了。啊，谢谢你。嗨，谢谢。想我了吗？嗯，爸，嗯，你怎么不去接我呀？你都答应过我的。儿子，爸爸厂里，爸爸还有工作呀。你骗人！你回来不是休假的吗？啊，这船长啊，就得一天二十四小时，眼睛都不眨，就得盯着工作，要不能叫船长吗？你快下来，别累着爸爸。哎，不用下，不用下，直接爸爸扛着回去了。走，回家，回家。
几点啊？早一点吧。几点起床来着？Thank you.